全台大串联他的车队早间先从故乡屏东丰港出发。好，你看到呢，这个总统蔡英文在稍早已经抵达了丰港的这个公庙现场了。当然全国的这个路口升级全国扫街，其实各个的候选人也在他抵达现场的时候都站出来。那包括您现场看到现在是屏东县长潘孟安，他正在现场致辞。那小英总统呢，他已经在刚刚抵达到现场哦。那在今天的部分，他决定要四路齐发做最后的冲刺。我们先带您来看最新现场。冲刺阶段真的剩下倒数五天了，所以所有大头全部出来。今天在南部的部分，在屏东呢，这个总统蔡英文从他的家乡出发，那全台大扫街。另外在北部呢，其实是赖清德，他也从他的新北故乡万里出发，两个人是以一南一北车队大扫街的方式。那最后这个礼拜五，英德两个人就要在台北大会师，营造最后大团结的气势。